这他妈还在倒档呢。还在倒档呢。这是《只狼》里边的神隐大福战吗？直接给我打的转向了。给我逗笑了，你妈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祖安会还手的。哎呦，我他妈怎么前期老是出失误啊？哎呦，我又死了！妈的，不想玩了，我操！我着火啦！这波来的好关键，行吧，啊，他这不死啊？哇，他这不死，我好难受。你杀他们，我杀你。赶紧回去拆我的上塔。哎呦，我他妈人头给判森不好吗？而且这波上去打属实没必要，泰坦是主修的，钩子很快的，我想杀完他闪现跑，主要还好最后巨流把死哥给震死了。
这活有点离谱 ，ADC 在那控上龙了。我的发，你两下把他 A 成那逼样了。想勾引他对我起杀心，我这个弹跳我看晕了呀。我刚刚怎么往回弹了一下呀？我刚怎么往回弹了一下呀？你每尖叫一下都会让我闪击过去。好吃热